边的这款产品呢，是我们三强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在国内技术制造方面均领先的大型还原乙烷灭菌器，主要利用还乙烷烷基化抑制生物美活性的对微生物的杀菌作用，进行熏蒸灭菌等，使微生物失去活性，从而达到灭菌效果，适用于会湿会热和难通透的医疗器械。触摸屏、开机按钮、关机按钮、减压指示灯、加压指示灯、手动减压、手动加压、打印机、USB 接口、加药阀、散热风扇、分解水箱加水口、分解水箱排水口、蒸馏水箱排水口、蒸馏水箱排气口、加蒸馏水口、外接气源、分解水箱排气口、断路器、电源线、检查加水、排水、排气、加药管路连接是否牢固、加药阀是否拧紧、打开电源和水源、打开灭菌包门、将待处理物品 EO 指示卡和 EO 指示剂封装后放置在干净整洁的灭菌舱内，然后在上面贴上指示标签，最后关闭灭菌舱门，确认灭菌参数，选定自动按钮，设备自动进入灭菌程序倒计时，设备提示加药，先打开加药阀门，然后缓缓打开气瓶阀门，冲入还原乙烷气体，待加药报警提示消毒后，立即关闭气瓶阀门，然后关闭加药阀门，设备自动进入灭菌倒计时。当灭菌完成，触摸屏会显示灭菌完成。打开灭菌舱门，取出灭菌物品，关闭灭菌舱门，关闭电源和水源。注意事项如下：第一，物品灭菌前务必鉴定该物品是否适用于本灭菌器；第二，务必保证包装材料足够通透，空气、蒸汽和还原乙烷气体，且能够耐受一定的温度，能有效地去除还原乙烷残留。第三，务必安装在有水源、电源、下水道且通风良好的5到40摄氏度的室内。第四，务必保证供给电源接地良好。第五，灭菌器一次性处理的物品不可超出灭菌器有效容积的1/5。第六，务必依照消